断的自动对话。啊，这就是他们作业用的钢铁的门了、啊。所以这边有防空的效果，所以上面护土不那么高。你看，上面的那个黄槐树长得我们从楼上看下来都是树、欸，是看不到一个碉堡、啊，所以它本身也是可以说作战的时候可以当一个防空洞使用，很大的差别。不过这个还不是最厚的，等一下还会看到更厚的，在石质碉堡。这种军事设施，你到台湾要开放这么严密的给你们看，已经没有。那个门栓呢、啊？出啊！哦，这个门栓。那这个是日本人的时候就有在使用，他们也是一个生产的一个工厂，它是一个无线电管理所，所以这个地方呢也会有很多阿兵哥。无线电哦，那把它上面那个是什么控？后来二次世界大战的日本人，他的海军舰队是最强的，所以当时需要三个无线电基础，两个在日本，一个在台湾，针对东南亚海军在情况。看电视啊，对啊，应该看电视，都有都有都有都可以看到。我们老家那边的电视，哦，他要写啊，他那个，他这边是，不是说你说他们是做那个限电的一些啊，在后面等一下，我们看。那他们有出入口存放吗？没有，就拆下来的。你看这就是通气口，有没有？对外面那个圆的通气口，啊，这个打开会有氧气进来，那不会有什么，不会有炮弹啊、子弹啊射进来，所以它整个门窗是可以完全。你看跟天车，你在吊挂大型的东西的时候，天车可以托运之后。开放的门可以要拉过来。很大，对不对？这都是一个拍照的时候，它是一个很配特写的一个东西。那是用推的哦。对啊，用人就可以了。对，它就是这样子。对。哦，它上面是气，就是像是窗户来看。它这边的门都还算不厚，等一下你们会看到更厚的。是换错了，换错了，还又换错，那又在把你单独隔离。这边又是警闭室，你看，被闭死过的一个地方，怎么样？独居，关在这边，连送餐都还要从这边另外打开窗，可以进来没关系，懂吗？换错又换错的，你会被独居，那这边可以窥视，透气。这边是窗，这边就是我们讲的窥视在里面的这个活动。当然了，他手臂的时候是关紧的。他上厕所是在里面。对啊。哦，对对。然后这边是那个烟毒热线筒，他为了怕他去撞墙，想不开，所以呢，都会怎么样？整个包覆了这个防撞的软垫。你在热线过程哈、啊，因为这些调皮捣蛋的有的。有的是会有吸毒的倾向，所以他会具有自残，啊，关在这边自残，那怎么办？没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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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就是床上，就是哎、欸，就是躺着的嘛。Thank you.
就里面有一些是更难约束的，它就会有这种，里面又热又闷，然后又没空气，然后又黑暗，然后送东西就靠这个小缺口，所以你要拍这个小缺口，这门的厚度，这里面的小空间，都可以列为一个拍照。好，说明一下。这边是以前唐伯虎的精神实境画，木画立体。防空洞呢，就是防止被炮弹给打到，在里面隐蔽的，所以上面会种绿色植栽隐蔽榕树，然后呢掩蔽上面看不到，它是碉堡，但是你要担心它炸在这边，碎片会有进来，所以有的碉堡前面会做一道墙，让碎片不会直接炸进去，但它没有做墙，有做墙的就不做门，它这个是有间距的。啊，可以让人在里面活动，所以看这边有透气孔，有三道门哦，这边还可以做。它这边呢，甚至于还可以当个临时的警闭室，啊，所以可以送水啊、送餐啊。除了通风之外呢，它也可以外加这个功能。啊，这边有原木，很安，三道门，因为那个。重点在这边，你们看，这是干嘛？因为无线电信所里面有非常多的电信设备需要线路，所以他们的线路是走这边的。要挖空走？对，这是走地上的。那现在看到了吗？无线电设备更会热，所以旁边有一个所谓的那个水牢，其实就提供了散热用的，散热用机器散热。那这个后来我们还用在使用，有没有看到？我们还用在标志，还用在标志。这边要有发电设备，因为电力是一个问题。作战的时候，很多地方呢，同时都会没有电力。那当然，这边会有提供一个自给自足的电力设备。它的供电是从哪里？这边有，看看，监狱的供电，就下面有发电机啊。哦，他们有自己的。
有打仗的时候都要有自己的宫殿，否则他整个东南亚快在乾隆端坐时。他那时候做大金啊。有没有？他那个太乾隆，贴近，然后发电机就变成举起黑色旗。上面有通风口，作战的时候呢，为保持安静啊，里面会有一些保持一些通风口。在那个年代，他是考虑到自然的冷却。自然的空调，所以它不会用什么冷气机啊，它用的就是空气对流的原理。军事设施啊，是无线电信所这么重要，全世界只有三个，它不可能把抗日分子啊、抗日的人士、抗日人士，把它关在离重要设施那么近的地方，这任何一个都是危险，所以它这个应该就是降温用的散热水，来你们来看看。下面还有隔一层，它主要呢，有人说呢，上面是架铁轨，架那个铁杆把人吊在上面浸泡。事实上不用那么大的水池了，它就是一个。有水吗？现在没水了，那就是要大量的水。哦，这样的水要怎么去管子啊，那个顶的那散热锅，有没有？我刚不是说里面有那个管线吗？